是同文字第一个大型电玩机台，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孩怎么开赛车的。你怎么开的吗？你的脚踩得到吗？这样子开的。你这样踩得到？好危险，这样看不到前面会出车祸。换个角度，你看你踩不到啊。要出车祸了。给你玩一个那个我们就找吧，给你玩一个哆啦 A 梦那个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我没有看过那个。他本来是说会出卡片的，这好像只有日本才有，他全部都是日文的。没有，他是彤彤在这边转。会控制这台车吗？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玩，这很立体。他是说这个转，然后这个会布会走，然后你转的时候要收集那个铜锣烧，要压过铜锣烧就可以得分。这本来是日本的运转台 ski 哦，最喜欢开车，喜欢开车。你要吗？你要玩看吗？玩完我们就要去，要离开喽。它会自己动吗？没有，你要用方向盘控制它动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它要怎么移动？要投钱啊。投钱啊！我投钱让你玩。转这个。它本来还会出卡片的，然后这边是说台湾版本的没有卡片，最高可以吃到三十个，满分三十个，上面一个人是十二个。如果是高分的话，就可以留下来这个记录。好，给你投好了，十块给你，看看好不好玩。按按钮开始。等一下，听他讲话。开始，赶快吃铜锣烧。你都吃不到啊！吃到了，赶快转弯。吃到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你有突破了，留下你的高分了，最多有三十个，你压到爸爸了，你压到爷爷了。我投十八个了，十八个了。到终点了，二十一个吗？对，二十一个，不错哦，好不好玩？流汗，开车开到流汗，来庆祝！哎，还可以动了，还有第二阶段，还有第二阶段吗？让你开回来那个。啊，开回来原本的终点，嗯，还蛮可爱的、啊。二十一，恭喜你，来、啊、庆祝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十元，然后看有没有能碰我们的记录来这边玩。二十一分，嗯，对，这边是原版。火车站站前原不是星光三月站前的星光三月记楼八楼有那个哆啦 A 梦的开车的机台，还蛮好玩的，十块而已。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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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